球数现在是两好球，没有坏球。就这个球压到，形成了一个软弱的滚地球，接到只能够选择传一垒了。嗯，哇，这个太软弱，这个但软的还不错，这稍微强一点可能还会大破普垒，对对，大破普垒。哦，这位选，哦，软绵绵的也不错。这哦，给接到，接个里里里啊，这个打的比短打还要软绵绵的，你看看打到的时候。能够流血了，事实上这个处理球的时间完全没有，哦，接掉，哦，这个投手没有拦下来，如果投手拦下来的话，还有一二三的机会。所以这个打的力道，说软这也没有很软，太软被刚才廖阳拦截一样，对对对，可能也被爽杀，就越过你以后就软了。这个劲道 Q 弹的恰到好处。